各位好，我今天想要帮各位介绍一件溥先生作品，是目前在国立历史博物馆典藏里头的，名为《西山秋色》这个手卷。这手卷高 12.5 公分，长 119.8 公分，它是一个细长的小手卷。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小手卷，因为它画了一幅西山的景象。西山跟溥先生的关系非常密切，溥先生在隐居的时候就是在西山这个地方隐居，所以他在台湾选择用西山当作题材，也就意味着在这个时候他是在追忆他曾经有过的那些年轻岁月。这张画作那么它就是一个既写实又写回忆的一张画作，通幅纯用水墨，没有任何的点染色泽，那线条呢非常细致。西山的场景里头，这些松这些杂树那一一的被铺陈出来，耐人寻味是在这整个西山场景漫开看完之后，你会发现中间有一个小平台，小平台上面呢就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我们从这幅画来看，西山既然是称之为西山异世的溥先生所画的，那么这个人应该就是他画他自己，也就是说他画他自己在西山上面一个人独立的站着这个站在山头上面看着这些群山，他隐隐约约就在讲着独立苍茫这样一个感觉。尤其通幅都是用非常淡的墨，带有一点孤的这个墨色所铺陈出来的画面，加上这个人，你会觉得这里头呢有种像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那种苍茫之意。后头有他自己所写的诗把整个西山的那种画的内容把它讲出来，最耐人寻味的一句话大概是最后的，他说约归不能去，于此堪期盼。他在台湾的时候画了这张画作，他想到的是曾经他居住过的环境，偏偏他现在人是在台湾，他对于他前头那个地方却是永远也到不了的，从原本自己的故乡变成他乡，那就知道这张画作里头跟他的内心纠结有多么的深远。喜欢这张画作大体上就把它分成这几个部分，一个是他通幅的安排设计，一个呢就是他里头隐含着画家在里面的这个故事。读画就如同读一个人，画家呢就把他的心事借着这幅画所呈现出来。那当我们在展读这张画作的时候，那就犹如我们现在就跟他站在相同的位置，站在西山的位置，看着故国山河，然后再看看当下的处境。我觉得这样一个阅读经验大体就是在看这张画里头给自己最大的感触。